好，这个视频我们讲隆多的驾船，也是隆多的一个招牌动作之一。比如说它突破的时候在岩洞背后，然后上栏。那么呢，这招呢，很多人觉得这招这个一定要把这个球抓住了，然后放到背后，然后走，或者起码要这样拿住放到背后。实际上我们今天就教一个几乎所有人都跟你手大手小没关系的一个关系不大的一个用做这招的方法，就是你直接把这个球放到这儿，带着你的这个动力就能把球抓住。不过这个其实不一定非让你不一定非得把球抓住，你带着你的这个动力，你直接把球往后这么一搂，就能做出那样的效果。比如说我往前走，然后我到这儿，我也没有把球抓住，但我就往后这么一搂，同时我往后搂的时候，我的眼睛往后看，因为这个动作其实跟我们做这个背后传球动作之前的那个动作是一样的，所以呢，到这儿以后往后搂，同时这个眼睛往后看，然后上篮。所以这就是这个你在你没法把球抓住的情况下做隆多这个假传动作的方法之一，就在你踏三步的时候，往后搂，然后走，反方向也是一样的，反方向就是这边踏三步的时候往后搂，然后上篮。那么这个动作咱们做快给大家看一遍，隆多，过挡拆，这个防守者是这个放我投篮，我不投，过挡拆，我来了，大哥来了，好，这个咱们下期再见，今天这个视频就讲到这里。